是我们最新的按摩器，叫 U Magic 啊，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唔咩讲嘅，你系唔咩我哋阿妈，但系我哋当年咧，我哋出家嘅阿妈用去看待啦，有乜嘅事情都好，我哋都有同你讲诶。多谢你成日都坚持要等到我哋翻嚟，唔理几点都好，都会等到我哋安全翻到屋企，你先至舍得去瞓觉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扮演一个好朋友的角色，不管我做什么都好，你都会一直的鼓励我。在这二三十年，你不只是扮演一个妈妈的角色，你也是扮演爸爸的角色，跟你的感觉好像朋友这样子。我会答应你啊，我会慢慢去改掉我的坏习惯，都跟你讲心事，跟你讲在学校发生什么事。花钱给我学 piano， 我一定不会半途而废的。谢谢妈咪 ，I love you。